第八题，第八到第十题是题组，如附图做滑车实验，滑车及每个砝码的质量皆为10公斤，OA 等于100公分，BC 等于80公分，不计摩擦力，请回答八到十题。第八题问，砝码由静止释放，在砝码着地前，滑车做什么运动？在砝码着地前，我们的整个系统受到一个定力作用，就是我们右边砝码的重量。那么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，当东西有受到力量的时候，会沿力的方向产生一个加速度。那因为是定力作用，所以加速度的大小及就方向就会一样。因此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因此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在砝码着地前，滑车做什么运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等加速度运动。